非常棒的口头禅，叫做真正的土百人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茂林区在地的青年会，我们一起欢迎茂林青年会的Luna进场。茂林青年会秉行了热心助人、传达善念的精神，以及谦卑处事的态度，在部落的学习、协助文化的推广。他们的会长是湘文，男会长是范宇成。学习找寻自己的文化，至今已经成立有16年之久，为族人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今天的支持，你们的到来就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，我们一起欢迎红豆万圣青年
此时此刻